全体运动员立正，班级出列。运动员宣誓，我谨代表全体运动员，以诚挚欢乐的心情参加本次运动会，力求超越与进步，争取荣誉。为弘扬运动员精神，愿遵守大会一切规章，并服从裁判之判决。中华民国102年12月14日，宣誓代表杨杰。班级入列。给我们优秀运动员掌声鼓励，非常有活力，有精神。跑步走，好，感谢今天各位贵宾的莅临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会舞的表演。